甲减呢，这是一个简称，实际上全称叫甲状腺机能减退，啊，就是我们体内啊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少了，啊，不够维持我们正常的人体的这种需要了，我们就叫甲状腺功能减退，啊，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少了，啊，我们知道体内有很多的激素，啊，其中之一呢就是甲状腺激素，甲状腺激素是维持我们正常的精神啊、活动啊。啊，这种兴奋性啊等等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啊，包括在胎儿、婴儿时期啊，这种神经系统的发育、肌肉的发育啊，都是由甲状腺激素来参与的，所以很重要的激素。如果它少了以后出现甲减了啊，可能我们整个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可能都会下降，比如说会没劲儿啊、怕冷啊、爱犯困呀、爱睡觉啊、便秘呀、掉头发呀等等，这些现象都会出现。